你知道吗？豆浆也可以不一样的风味，冰冰的喝，马西盖喝零喽，试试早餐豆浆新口感，芋头冰豆浆，口味很搭，完全没有违和感，营养更是升级哟，一起来试试吧。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？蒸熟的芋头60克，蒸熟的黄豆50克，冰糖10克，冰块100克，水150cc， 盖上杯盖，316不锈钢杯，调理最安心。压一下红色按键，操作简单，2分钟全自动快速调理，口感绵细浓醇香，冰冰喝，热热喝，都很好喝哟，营养又有饱足感，让人元气满满。营养大师，钢铁宝贝调理机，让你的早餐多了不一样的选择。